阳性越多，检测越多，检测越多，活儿越多，活儿越多，钱越多，这叫拥寇自肥啊！拥寇就是自己制造敌人，跟朝廷报告说敌人很多，所以朝廷拨款，拥寇自肥啊！你这为自己一己私利扰乱整个社会，折腾老百姓，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。现在啊，这疫情啊，老百姓被折腾得够苦了，很多人都忍耐到了极限，生产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病毒闹的，咱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只好跟他周旋，跟他坚持到最后，争取胜利。你们有人在这里边折腾事儿啊，有人为的因素啊，为赚钱在这里边故意掺杂使假，诚心使坏，那这事儿就复杂了。这都是要了亲娘四舅奶奶的命啊，全社会总动员，跟那几个阳性的报告的结果死磕，画一片又一片，大家在家里不能出门，甚至门口都给你封上了，所有的行当都受影响。现在是该亏的亏，该赔的赔啊，该关门的就关门，该扎脖就扎脖，就你们这个行当赚钱赚得钵满盆满。有没有人折腾完了政府，折腾老百姓，折腾完了老百姓，一遍一遍折腾就没个完，他自个儿数钱在那偷着乐啊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